啊，这是太谷饼第5代传承人李俊伟。哦，烧饼吧，这不是？哦，是我们太谷饼山西特产。太谷饼，太谷饼，远看像不像我们北京的烧饼？对，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酥软香甜。是的，酥而不碎，甜而不腻，久存不会变味儿。为什么久存不会变味儿啊？因为我们山西呀是产这个小米的地方。 所以说，我们山西的这个小米席就相当有名，就是因为这个小米席3个月是不会变味儿。嗯，晋商走西口当时就是拿了这个干粮，就是太谷饼。晋商行军粮。对，这里面有一种特别朴实，但是特别的精致的一种生活的品味。规规矩矩的做人，踏踏实实的做事，这是山西人的品格。谢谢。